今天来两个油泼开胃虾，上料。那个油奔腿上了，哇！完整的虾肉，嗯，爆的疼。麻麻赖赖，不知道这个海参正不正经，盘它。红油辣椒的，像狼牙棒。来两个爆辣的大爆头，老铁觉得有食欲的话，一定要给个双击啊！这才叫辣！你都碎我鼻孔里了！我的天！啊！啊！不行了，我要晕过去了。三文鱼要这么吃才过瘾。